分别为《方言记》以及《奇遇》。《方言记》这首曲子描写原住民在方言记唱歌跳舞，感谢神明赐给他们丰收的欢乐的场面。而另外一首《奇遇》则是描绘天旱无雨人们的苦难。随着鼓声响起，奇遇的仪式开始，舞蹈的节奏越来越强烈，在高潮时似乎响起了雷声，雨终于降临大地。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蓝潭国乐团为我们带来的《方言记》以及《奇遇》。